世界上有很多的东西，你生不带来，死不带去。你能带走的只有自己和自己的脾气。你曾拥有最美的爱情，你听过最美的旋律。触摸过一个人孤独的恐惧，也看到过最美的风景。我跌跌撞撞奔向你，你也不11月22日中午12点，锁定我和徐亮、刘建宏老师直播间，让我们向煤球王的最后一届世界杯致敬。